啊吼，好人甲你讲做歹人，啊歹人甲你讲做好人吼，啊，所以就爱来认识台湾。所以今仔日咧讲的机会是往个日本时代来讲起的吼，因为咱有四百年的历史，真侪代志发生吼啊，真侪代志发生啊，但是点半真久无法度回头讲啊尾吼，我有几百集啦吼，吼啊，迄是写历史的代志，无紧啊，咱用听偌侪算偌侪啦。咱时间差不多啊吼，啊班长还阁无看。小 Kitty， 行嘞，请坐。大家平安。即个咱的台湾历史吼，故在人写，因为咱四百年来的统治者吼。伊爱写什么，就甲你讲什么，哦，啊，所以吼，咱个头壳拢充满着唔对的历史，哦，啊，我咱今物食要讲正确的台湾历史，哦，就是啊，每一个你拢会使提出疑问，嗯，啊，你即个甲我以前做教科书讲的无共款，哦，啊，那无共款，啊，咱一项一项来分析，哦。这是日治时期，哦，日本时代啦，吼，哦，咱讲这日本时代。这个咱最近有看到这个咱林朴树在讲这个甲午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啊，清国战败，甲台湾永久割让，哦，伊将台湾甲辽东半岛，吼，哦。永久割让给日本，哦，啊，第1895年5月初8日，哦，日本就取得台湾甲平和的统治权。啊，这辽东半岛奈无下，因为辽东半岛哦，本来就是清国的国土，哦，啊，台湾是殖民地，殖民地会使挂来挂去话紧，啊，国土哦，伊个。法国啦、苏俄啦、吼、英国等干涉，啊干涉了，买酒完全就讲啊，无好，我给你个，给你钱，3000万纽银，给你，啊全无，全无，无摕这个辽东半岛，欸，啊这个讲起来真简单，3000万纽银，敢迄个清国敢有迄个土地，敢有迄个钱？哦，拢嘛无迄个钱，啊，无迄个钱，咱会使签约。诶，伊讲安尼啦，咱住喺高雄有一个所在叫做旗后，有无？吼，哦，即嘛叫做旗顶对无？吼，哦，迄旗后吼，迄，那个海关吼，哦，互你收钱，故在你收，进口货、出口货，旗后你去收。啊，安尼，安尼啊，收个高价吼，搭海外嘛，啊，所以满清的时阵吼，啊，就国家管吼，所以这个啊，台北就淡水，淡水管吼，啊，淡水港是为淡水算去伫哩，穿啊这个网架，这规条溪拢是淡水港。啊，这是正港的，哎，欸，啊，什么什么叫正港？因为有一个副港，因为英国人嘛是野心起来吼，就讲副港、鸡卵港、副港，啊，正港是淡水港，哦，所以咱即摆
过去在用的说啊，这正港的，我虽然就说啊，这正港的就是啊，香港系叫做正港的，其实不对了，正港就是港口有正港跟副港啊，啊，一挂号完成，完成挂号日本啊，但是要注意，即马要讲历史，一六三三年差不多，你即阵要较无四百年前了哈。即马加四百落去的时阵，2033年，咱即马2012年了，差不多380年左右了哈。日本吼，家己推推的哈，有一个锁国令，甲台湾锁，因为安怎咧？1633年迄阵吼，有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等等哦。入去日本的这个国土来对，因看到安尼，不是，买跟恁做生意，国家锁起，干那开放一个港口，叫做那个萨基，长崎啦，吼，哦，锁国，啊，这个锁国令吼，甲台湾锁伫日本国土之外，因为汉民族咪是一个。海洋民族，但是日本是一个海洋民族，吼、哦，这下骹有一个记录，吼、哦，伊对这个1624年荷兰人才开始来统治台湾，但是这个以前日本人都已经来过台湾，啊，佮他们家定居，啊，这有一个记录滴，这张图吼、哦、是荷兰人画。荷兰人1624年来占台湾，为台南安平港，吼、哦，台南这个所在是荷兰人建设，叫做 Zealandia， 即马翻译叫做热兰泽城，啊，新名族叫做安平港，吼、哦，即、就是 Zealandia， 吼、哦，啊，迄阵台南吼、哦，只有一个内海，吼、哦，即马即内海已经无去啊。用风台啦、刷啦，安尼，无去啊，吼、哦！你讲安那？台江内海对，哈、啊，台江内海，啊，即卖你个内海无去啊，哦，因为一边的，迄个西北风啦，哦，啊，风台啦，啊，即个已经抹平啊，啊，但是这张图会记得在倒位，伊只有画六间厝，加下。翰林海贼，哦，伊荷兰文是写翰林海贼，啊，只要一撮出，只要就是叫什么小狼虾啦，大麻豆虾啦，吼、哦，啊，一个虾一个虾，吼、哦，啊，但是这撮出吼，有十二间，这是日本和民呐、啊，所以日本和民来个台湾的时间是平，人数是较侪，吼、哦。这是1626年荷兰人话，所以证明讲，这个时间荷兰人要未来台湾以前，日本人都到。啊，请问，日本人那都要来台南，台湾的开发那都为台南开始。哦、因为，我在写这个圣经跟台湾的时候，吼、哦，这本书的时候，有写到讲，这都是这个。上帝赐予台湾的礼物，哈、哦，什么礼物？每年的冬至，都有一定的这个乌鱼，收过台南安平港的外海，为啥收过？啊，收过了后，哈、哦，这收的方式是叫做乌鱼挑，乌鱼一只甲一只的贴起收，哈、哦，啊，那边渔民要抓的时阵，哈、哦。爱摕竹篙吼，先讲开较散，伤高网啊爬袂落去，啊讲开较走一下，啊再爬落去。啊，这个荷兰人个这无啦，这个渔民个这鱼抓到，爱上岸嘛，迄阵都无冰箱嘛，毋是讲囥喺冰箱啊，再去一个月了后，大概开冰箱啊，是安怎无嘛？迄阵都爱先抓起，他们陆地上抬。摕鱼卵出来，哦，咱的乌鱼子就是安尼来。
啊，这乌胡子无好。琉球人吃，无予日本人吃，无予中国人吃，无予菲律宾人吃，无予越南人吃，干那予来台湾予台湾人吃。所以讲，这上帝赐咱的玛纳，这也是这个原因。台南为什么先开发？无你那，你讲哎，台南靠我中国不对，码头靠我中国，好、哦，所以。台南的开发都是有这特色，哦，啊，自然人都挖来，哦，啊，这种多，这种多嘛有画作迄落写汉字的多啦，吼，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啦，吼，啊，啊，伊这是汉林海产，一个做平湖平湖的渔民啦，啊，这日本，吼，同款，吼，这样哩。啊！日本那底甲午战争会战赢满清，因为满清吼继承迄个儒教，吼、哦，用个儒教啊，但是即明明帝天皇哦，伊不爱，伊废弃这个儒教，改用西式的吼、哦，欧洲的思想就入来啊，欧洲的思想哦，伊都舍弃吼。哦虚有其名的支那，是哪？啊，那叫做支那呢？就是非要叫做 China 嘛。啊 ，China 哈、哦。但是咱细汉读书的想讲，迄落那伊中国叫做 China， 就是什么大秦什么物件哦，那胡编乱讲一遍。迄都是出身非要所在，迄 China 迄个所在是叫做 China 嘛。所以 China 翻译就是日语叫做什么、啊、是哪是强国路强国路是哪黑哦不啦阿多中国人哦去哦日本人看的安尼看拢看不到啦哦啊是哪黑啊，那是那迄个代表什么？看到人就走，哦、啊，就迄叫做是那迄个，吼、哦，啊，啊，哎，过来哈、哦，这个一咱们1895年哈、哦，1895年5月10号，哈、哦，开始召开会议，啊，会议决定华山之计。来做台湾的总督，第一任，对，第一任的总督，哦，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台北车头边有一个华山鸭，啊，不过这个华跟那个华，哦，少了一个木字边啦，哦，啊，盖起，哦，那就盖起那个痕迹还够低的，你就知道，哦，华山，啊，他调下人派兵来，你知道，在辽东半岛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这个日本啊，继续攻的时候，敢那皇族的时候，嗯，伊是明治天皇的堂弟，哦，啊，率领日本常用的哦禁卫军团，哦，啊，用个绝对的优势，要来打台湾，要来打台湾，这个就是华山之计。这个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啊，中将啊来台湾变成大将，哈、哦，无啦啊，因为要派去台湾，哈、哦，做总督变大将，嗯，太秀，嗯，啊，即马就讲日本要来以前的台湾，台湾是哈、哦、三年一小患，五年一大乱呐，哈、哦，因为。伊欺负台湾人，吼、哦、啊！台湾人无愿意去欺负吼、哦，咱台湾人国有组织，咱的组织是啥物组织？就是伫顶回我讲的，就是讲有洪门天地会，是由这个陈永华、陈永华设立的这洪门这个黑社会
的组织，地下组织。啊，这个地下组织是台湾人设立的，啊，传去中国，啊，从中国阁传到倒来台湾。啊，咱想讲哦，哦，蒋介石迄个迄个洪门青帮哦，拢是罗马派的啊。啊，其实是为台湾的这个陈英华哦。甲即个思想要安怎压手，要安怎捧杯啊？啊，要安怎即个伫桌顶哦，要摆杯啊，安尼摆，你看了就知影讲啊，这是咱红门的兄弟哦。所以咱有三年一小法，五年一大乱哦。第其实第满清统治台湾，咱台湾人起义130几遍哦。哎，还佫有吼。这个住在台湾的兵吼，台湾人袂使做，袂使顶补。咱台湾人袂使做兵呢，吼、哦，因为你若做兵，小等你提过武器来，甲你换的吼、哦，啊，所以拢爱用内地人顶补，吼、哦。你注意看哦，这是兵，啊，这是用，哦，兵是这个国家的。武力啊，用是地方上的哈、啊、民兵啦，啊民兵的时阵哦，和你的武器也较歹，吼、哦。啊，这民兵就是讲，你即摆要注意看电视啦，你播台湾的迄个代志的时阵哦，一定是用，吼、哦。啊，那兵就是外队派来，吼、哦。啊，迄、那个满清统治台湾哦，第一个印象就是讲满洲人哦，诶，人口占汉民族无到1%，啊，无到1%，本来不爱伫台湾嘛。康熙皇帝讲，台湾乃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去之无所损。伊讲台湾配太啦大，得到也没有得到什么，啊，丢掉算了。去之无所损，我看不起。但是啊，这句话伤到一个人，伤到一个吼、哦，西龙大将军吼、哦，这西龙吼、哦、本来是丁显公的部将，阿尾就反叛丁显公，走去满清那边，啊，关羽做强国了，啊，都去清朝那边，啊，清朝的派伊养海军嘛，满清都无许海军的嘛，啊，都来打台湾。啊，打台湾，迄阵台湾已经开发了土地吼，有差不多8000家，吼、哦，伊甲其中一大半的土地吼，伫家己的落地啊。啊，即马讲白伫台湾，暗路边就产作啊，所以伊都去甲政府吼、哦，康熙皇帝吼、哦、建议，希望得到。台湾，啊，伊讲几啊种理由，其中皇帝听了会忍耐的是啥物两个？伊讲吼，要派去台湾的兵吼，啊官吼、哦，三年一任，做官甲做兵只能任三年，啊三年了你都爱换，皇帝听了安尼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满清政府吼、哦，过去派人吼、哦。这个吴三桂唔就归顺满清咧吼，啊派去云南10年了，全都三反革命啊，都抗清啊咧吼，伊讲你时间久，咱们台湾生军袂使，啊三年一任安尼好，做官做三年，啊都该调倒转去。啊，同时呢，一个第二个条件就是无使娶查某来。袂使娶某仔囝来，所以无娶某仔囝，恁某仔囝囥喺大陆吼，你若过身，咱们台湾甲反正的时候，我都甲你抬恁某甲恁囝，吼、哦、啊，所以满清派来的兵吼，拢无甲一个发，因为拢去用低调的嘛，啊，三年一任都去，啊，所以咱有一句古早话讲，三年官两年满，就是讲来台湾做官做三年吼。啊，两年落地啊，都爱地会满满满。三年关两年满，吼、哦、啊，所以来吼、哦，
啊，个一个个咱有一个乌水沟，乌水沟吼，和咱的迄、那个，伊袂使禁止人移民台湾嘛吼，啊，所以吼、哦，坐迄个睡袋船经过乌水沟吼，他们乌水沟沉落真多啦吼、哦，所以咱有一句古早话讲，十去十个去台湾吼、哦，六死六个死的乌水沟，三老一回头，三个。四个唔就够啊，六个四个乌水沟嘛，啊，四个够哦，啊，三个留喺台湾，啊，一回头就是讲一个吼，佫倒转去，佫倒转去中国，因为台湾嘛无一定好徛起的吼，啊，这就是东西啦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吼，伊这个长山人吼，所以这个来台湾唔爱住久的，即个叫做长山人，无台湾意识。长山人，所以敢若有反长山，无反满人呐。咱台湾伫清朝的时阵吼，反长山人哦。啊，这个日本人就派这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吼、哦、来第五个礼拜吼，华山之际伫约克哈马马路，就是讲横滨湾顶头吼。签字，大家找你签字。哦，签字哦，李鸿章的侄儿啊，叫李经芳哦，代表清国政府哦，甲台湾哦，点交和日本。哦，啊，伊唔敢，应该是爱踮陆地上点交啦，吼、哦。但是伊唔敢啦，伊讲去，别去台湾，就算再去用掠去，要安怎？吼、哦，转到海上点交。所以这是也是破纪录、哦哦、在横滨湾上点交了、哦、海上交割、哦、啊，那个时候是日本明治二八年六月初二，日本已经用了新历、哦、啊，清国还有用过清国公司的一年五月初十，清国的是用农历的哈，农历哈，哦啊，这二队哈，共聊哈啊，盐寮大概几大，差不多几大地这个所在哦，定六，哦，定六啊，这嘛哈，哦，叫做盐寮抗日纪念碑，哈、哦，还敢不抗日？这胡说八道嘛！哦，小邓，我跟你讲，就胡说八道在哪里哈、哦？北白川宫能久就这个啦哈哈、哦，这个是晚清的国旗啦，哈、哦，伊认为是一只龙啦，啊，龙吐珠啦，哈、哦，啊，即马西洋世界哦，拢为这只龙哦吐血。啊，这个时阵吼，在台湾哦，成立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画一只虎，这嘛唔对。台湾啊，无出山虎，你画虎唔捌咧。这个，好、哦，台湾民主国的国旗是蓝地黄虎，这都是甲伊画龙啊，我画一只虎，安尼相呼应的哈。啊、哦哦，台湾民主国的音啊，这个音啊、哦。年号永清啦，这名听落就是英文要做晚清的啦，哈、哦、啊！啊，这个他都讲迄盐寮迄个所在，他胡说八道的所在哈。原因在遮，第二队哈有清兵三营，一营哈、哦、是500人，三五十个千五人啦。啊，这个历史记录局。约有千人，就是无到一千人啦。啊，剩的走倒去，迄、那个中国兵吼、哦，拢垃圾兵啦吼、哦。迄、那个为迄个头吼、哦，那营长管了管500个，啊，就领500人的薪水，500人的粮饷。啊，我分了300人来呢，我才300人，啊，200人我第六队啊。哦，这个叫做吃军粮啦吼。哦哦，这款的啊，玉清人，你连
三营吼，应该千五人，所以无到一千人吼。啊，看到日本兵来吼，全酸呐。哦，这就抢过了吼。哦，惜械逃亡，火炮也不发一弹，自行溃散。哦，这中国兵就是安尼。哦，看日本人来啊，就走啊。哦，啊，去倒。对，走代表啥？对，唔止抢百姓，嘛抢政府的官员，因为那伊人侪咯，都会使该抢啊吼。好，西界逃亡，这个时阵哦，台湾的巡抚是这个唐景崧，好啊，唐景崧专成立台湾民主国，要对抗日本，好啊，对抗日本的时阵哦。啊、哦！一直看哦，局势无好啦，吼、哦，所以哦，所以全哦落跑，吼、哦，伊一寡钱哦已经汇去上海啊，一寡有40万纽银哦已经汇起来，迄是要买军械的钱哦，啊，摕来变成落地下钱，吼、哦，反正国家要忙啊，所以即卖在讲这哦，以后。国民党赶快的如法炮制哦，你注意看哦，哦，啊，这个他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谁而战，哦，为人民而战才没有嘞，哦，伊无咧为人民而战啊，伊都要抢人民啊，个不个那都跟人民为战，没有观念，哎，哦。啊！台湾第一富豪林维源，林维源就是林本源家。咱有去林家花园，板桥的林家花园哦。哦，伊独立庆典的第二天就落跑啊！哎，注意看哦，这个都是事实哈、哦。好、哦，啊，这林维源哈、哦，啊，为后啊为下黑下哦，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哇，这火车伊的功劳了吼，台湾有火车伊的功劳啊。啊，这个伊的资金外移，伊本来就知影，这个台湾要给割让的时候，伊就甲公款40万纽银汇去上海，哦，啊，囡仔厝的囡仔大细拢甲送去中国，哦，所以第六个初四的暗时吼，哦，全落跑。啊，这个是向下，这是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在三百亚的所在。哦，这款总统修国干了14天，都落跑啊！修国14天，好走啊！哈、哦，啊，这个走啊，下骹了大家也走。哦，就话副总统库洪加就讲啊，你总统走，我们就爱。承担起来，结果库房价吼，吼，伊吼，伊嘛走，伊走的时阵吼，这个连横就是连进东的连进的阿公吼，在台湾通识有写到，逢甲库房价以甲款已去，就是讲嘛，夹一挂公款走，差不多有10万。牛滚呐，买个走，所以你想看嘛，是大官吼，冇大钱，吼、哦，啊就算，哦。伊讲此地台湾，非我众心之地啊，吼、哦，啊都、就是应求家己平安呐、啊，吼、啊，所以修国29天的副总统，捐公款10万块，走离去，走登去。广东嘉应州，吼、哦，安尼，啊，这里就库房价，吼、哦，所以吼、哦，啊，这真对不起逢甲大学的吼，逢、哦、甲大学好名好唔对啦，敢那台东吼、哦，传唔到房间安尼意思同款，嗯，啊，就过去的历史吼、哦，无该讲清楚。啊，逢甲大学真公然讲，哦，阮呢，库房价偌厉害，那无较抓咧。
也袂到啊，对。但是伊想做戏哦，伊做几出戏。宰相有权能割地，伊讲哦，这土地哦，宰相甲挂给我爸啦。孤臣无力可回天，贬州去做蚩尤子，回首河山亦黯然。啊、哦，也修下修真好的戏啊，哈、哦。但是你爱讲迄个日本人来台湾前吼，台湾的迄个生活的进步的情形吼，台湾迄阵有铁路，即撮铁路奈中国买，但咪买咱们中国盖铁路，要来台湾盖铁路，因为要起铁路爱政府提钱出来起呀嘛，你民间要哪提钱起来起铁路？哎，讲我来听。先吼、哦、是这条铁路在上海先起，啊起好了，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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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差到要死嘞吼！啊，中国人哦讲，这款铁路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把我地下的迄个祖先的墓拢给拆拆起来，拆拆去，拆拆去，啊拆，啊来台湾哦，台湾不在乎啊都，又。做铁路嘛，啊，为大稻埕吼开始起，吼、哦、啊，准备要开起个鸡笼了吼、哦。啊，台湾嘛是头一个上早，全国上早有电报系统，啊，嘛有发电电力公司，啊，嘛有电球啊，吼、哦，台湾进步吼、哦、是中国的几廿年啦，吼、哦，台湾迄个时阵的情形是安尼。啊，即嘛，即个是李春生。李春生是啥物人？李春生是一个政敌，吼、哦，台湾茶叶之父了，吼、哦。这是李春生，吼、哦，会晓讲英语，好、哦，啊，会晓讲英语的时阵，吼，伊在迄个洋行工作，吼，啊，专派伊来台湾，啊，专。转他们台湾定居下来，啊！伊看到这个清军吼、哦，迄、那个官兵变强盗嘞吼，就个台北城来抢劫吼，伊吼专吼要求三个阿督啊，吼、哦、去澳，诶、欸，毋是去澳队，去水顶卡，水顶卡是即卖都是实际，吼、哦、去实际邀请日本军入来。这李春生的事、哦、这三个阿督啊，一个叫 James Davison， 这个我们有相片、哦、这对写这个被遗忘的台湾、哦、这字、哦、英国上林 Ramson、哦、德国上林 Holy Holy、哦、当时台北有英国兵35名，德国兵20名来护桥。为什么你一个国家内底一个外国兵通大？这就是满清腐败的所在。因敢那35名兵来尔吼，加起50名兵啦吼，35、35名兵哦，都有法度保护所有的侨民啦。啊，满清的迄落迄落。几千人的兵吼、哦，散来台北吼、哦，抢劫啊，都唔敢去来抢伊，因为夹枪咧，啊你夹刀咧，吼、哦，啊都接袂赢咧，啊接袂赢都无去抢，啊专门抢台湾人，甲抢台湾人抢抢了，买就去抢官家的那个仓库了等等，吼、哦，啊即、這个李春生邀请这三个人吼、哦、出兵。去邀请台北城这么乱，干脆请日本军进来，哦，还有证据无？哦，哦，这个就是 James Davison， 啊、哦，有一张相片啊、哦。啊，这是郭先生，这要爱讲一下郭先生哦，辜显荣，郭先生人大家拢讲伊困土点啦，恁捌听无？啊，那就困在里面。罗汉家对，啊，那
袂当困别个所在，你都要困住点。较平是一项代志，也佫一个大好处。这猪吼，这卖猪的人吼，卖猪吧，咱们都爱剁掉啊。啊，剁的时阵哦，这刀吼会把这个肉的残余哦，放喺全剁喺迄个帮内底嘛。啊，剁喺帮内底的时阵吼，即卖收打吼，再去卖卖啊，就收打。啊，收打你即个点吼，你都爱洗甲足清气，无你明仔载卖剁的啦。明仔载剁起来有臭气会走出来，啊，都洗较清气清气。啊，即、這个即郭先生吼，伊就看落个咧，安尼好势咧，拄点遮尔清气咧，啊，好啊好啊困咧吼，最困拄点就是安尼来。啊，你那郭先生个后代啥人？啊，对对对对，哎，对拢啊拢对啦吼，吼、哦，啊，即间就是。这间现在也还在，这起一百多年了，这间就是盐行啦。那时候郭先生取得日本的鸦片总代理，盐的总代理，哦，啊，糖有总代理无，我不知道，但是盐跟糖，哦，不，盐跟这个鸦片，哦，这两项对以后咱台湾的那个抗战，哦，有很大的阻碍啦，哦。阿平吼，哦，阿平的代志以后再个讲吼。啊，这张图日本人画，这个你看什么像？帮门啦，吼、哦！啊，帮门城开这个帮门城，日本兵啊安尼入来，无一个人得该反抗嘛？这个就是证明，这欢迎日本兵入来。哦，因为台北城千军拢官兵变强盗，注意哦，这官兵变强盗，嘛会可能阁再度发生吼、哦。啊，就安尼即个，即个。哦，啊，当时大稻埕，这已经真细化吼。会进行，会码头会进行，有这张图给大家看。啊，即马这张大张张，同款迄个所在，即马变做大张张码头吼，是这款情形啦，吼、哦。哦，即广永及襄永入台北城就行抢，哦，官兵变强盗。日本哦，这个吼嘛无客气啦吼，就是台人啦吼。啊，台人的时阵，咱台湾人就加入义民军，吼、哦，义民军。啊，义民军专吼摕德国倒菜刀吼、哦、去甲日本人下。咱无枪啦，吼、哦、啊，菜刀总是有嘛。啊，摕一个德国倒菜刀吼、哦，啊，就去甲下。啊，日本人。感觉真奇怪，你这个民众无同款呢，甲伊拄到的迄个中国民众哦，迄差真多呢吼，所以伊甲台湾人叫做台湾民族，即人民不可辱的台湾民族，即来记来讲，即台湾人甲中国人甲强国都无同款，哦，台湾民族，哦，这是头一个用个台湾民族来讲。啊，咱这个第三角形，日本军就自家个台北城是简单啦吼，台北城开欢迎，啊，佫刷落去，沿淡水河佫爬去就是三角形啊，啊，三角形开始就拄到台湾人佮对抗，吼、哦，吼、哦，啊，就拄到一群人啦吼，啊，佫踮咪，北部的这个江少主，这江少主吼、哦。即马北部你也个人看到江仔，哎、欸，江仔吼，也个即个为因租厝的所在啦吼、哦。啊，苗栗吼，吴、哦、汤兴即较出名啦，啊，徐湘嘛出名的人吼，吼、哦，即拢是抗日的英雄咯。咱拢无顾家己的安危，
啊，无不计火力，你人用个枪，你用个刀啊，嘛要甲伊刣嘞吼，哦，啊，互日本军哦死伤甚多，哦，啊，这是日本人的迄、那个就一张图片，都讲哦，日本军啊，米个树拿来对吼，啊来来甲这个台湾军来作战，哦，啊，这个时阵哦，有三位在新德表列。头份一代的人吼，也拢是客家人，吼客家有民族英雄哦，吼江少祖、吴唐兴、徐湘，吼有一挂人物的吼，啊，这个吼，这都是迄阵的相片了吼，这个是迄个江少祖死了后带生出来囡仔，叫做遗父子，吼啊吴唐兴就有。有拢有相片滴个吼，但是国界了，国界去了，移民军吼，伫乌托库、福起、两家狗、两家狗，毋知伫落尖山、飞起啊、树拿、港澳、太平、大平、大安吼，甲日本人作战，吼，作战的时阵吼，以后吼，即、這个日本军吼。日本軍有台死一千名的台灣人啦吼，2400棟的厝去予日本燒去啦吼，予三角形大箍坎之間吼，攏看無著大部人，所以遐起一個三峽總分碑。啊，但是我去查在三峽總分碑吼，即馬迄個碑吼都看無，吼，無愛予你有台灣意識吼。啊，即、這個日本的屬。军队哦，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哎，那以前打中国都爽快，简单，安内来打台湾，那这么困难哦，哦，所以那有这么大的差异，哦，啊，佫拄到人是摕菜刀的这个义民军，哦，所以哦，伊就去调查，去做一本书，叫做《台湾旧惯调查》。台湾旧习惯的调查，啊，这旧习惯的调查吼，吼、哦，伊这里写下咧吼，哦，水野尊就是内政部长啦吼、哦，向这统帅吼、哦，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吼、哦、报告，吼、哦，伊讲在台湾分做两个阶层，台湾。这个是 people on Taiwan， 这个 people of Taiwan， 同款啦，哦。但是迄个时阵哦，讲，伊讲有分两个阶层，一个是苏新阶层，哦，啊，这是少数人，但是占各种的特权，哦，乡绅、读书人、大小租户、甲大小商人，哦，啊，甲本地人的阶层，这本能的阶层，哦。一个就是通底价，一个就是比通底价、哦。啊，台湾的通底价，佫分做两种，哦，一种是长沙人，另外一种就是台干啦，哦，哦，这大概是安尼区别的吼，哦，伊讲哦，台湾民主国的正总统佮副总统拢选择了逃亡。因的头壳内底哦，都有大中华思想。哦，这大中华思想是真歹，敢若怎啊酸啊尔吼。同时吼、哦，挥舞着陈旧不堪的封建中国儒教正统观念。伊这是这个报告，是这个日本人来台湾研究的报告。报告后，伊的长官讲，这挂人吼、哦，挥舞着封建的中国儒教正统观念。因为儒教确实有影歹，伊讲哦，即挂人踮咧台湾哦，成立台湾民主国哦，是虾米意思？都是台湾民主国哦，会使继续支付薪水的机关，继续付薪水的，吼、哦，可以继续付薪水，吼、哦。但是伊也发现到一个台湾的属性阶级，这个就是阶层哦。这就是哦，咱叫做台干，台干的人哦，
会也在乎这挂人哦，成为我皇军的鹰犬。这挂人哦，既然做满清的料白啊哦，做料白啊哦，阿嘛会使做咱日本人的料白啊，哦，这样呢哦。啊，伊讲着登山人的特质，哦，爱钱惊死，爱贫嘴。不是不是不是，人的这吼，咱这个观念也该爱是该调整一下。爱钱惊死，爱面子是这个北白川宫能久接到这个水野尊也调查报告，吼、哦，甲台湾人分做两种，一种是长山人，一种是本地台湾人。啊，本地台湾人都摕德国刀菜刀都甲你写咧，吼、哦，啊，然后爱钱惊死，搁爱面子。啊，这爱情惊死爱面子是长山人啦。啊，但是以后吼、哦，咱台湾的研究历史的人无研究彻底，讲迄拢台湾人啦。啊，对啦，啊，迄都长山人嘛，啊、爱情惊死个爱面子，所以即马台湾人吼、哦，我袂使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啦，吼、哦，都无即安尼讲都。拍假好片，嗯，有啦。啊，你都知影讲，即挂是长山人的特质。长山人爱钱、惊死、搁爱面子。啊，买就迄、那个、迄、那个一个民进党的一个姓黄的什么？一哈？黄兆东，不是黄兆东。黄信介，黄信介就是讲，伊讲唔对，讲这是台湾人，爱钱、惊死、爱面子。伊历史无读到，嗯，我下一次都是写中国人、长山人啦，哦，这是长山人的特质，爱钱、惊死、爱面子，哦，啊，咱台湾人哪有爱钱、惊死、爱面子？我摕德国刀菜刀都甲你写咧，啊，伊毋得人甲你尊称你是台湾民族，哦，这个。要台湾人哦，爱乡的迄个意识哦，查某人也出来，囡仔也出来来参加，吼、哦。所以这个吼、哦，这个日本人真头壳疼吼，为着这真头壳疼。所以伫会统上哦，这是伊的报告吼、哦。本地人甲长山人拢是汉族，但是即卖咱。DNA 调查起来讲，咱台湾人吼、哦、80%是有边部族的血统，哦，啊，我问一个问题，就看你有边部族无？咱吼、哦、有一句话吼、哦、讲，这个老家中老喜庆吼、哦，婚丧喜庆吼、哦，不顾在哪位，有无？啊，就并不作个啦。安怎来讲，这个并不作，因为汉人吼、哦、是父系社会，并不作吼是母系社会。啊，我细汉的时阵都是感觉奇怪，那母姑坐大位，不是阿伯坐大位，老伯哥哥唔得坐大位吼，啊，那叫老母的哥哥来坐大位。欸，我想无咧，啊，尾就读个只啊，家己空空，吼、哦。啊，即嘛，甲你安尼讲起来吼、哦，即母系社会吼、哦、留下来的物件，所以讲你若知影讲哦，不顾这道位，无第二句话，你都是边波族的血统来对，你才有这个问题啦，吼、哦。哦，哦，迄嘛是一种讲法。哦，嗯，诶，拢有道理啦，吼，这就是母系社会，吼，母固在的位，吼，就无定大。因为伊以前对希腊人，吼，有真侪研究，认为清国人是。中代的奴隶根性，
清国人呢有真大的奴隶根性，因为满洲的人吼、哦，人口占无汉民族的一趴身，统治汉民族268年，因兜的迄、那、落、個、清国的吼、哦，满人的迄落白痴哦，来中国做馆长，啊，这拢属性嘛。你定啦，你看迄电视剧内底吼，拢有迄落。迄、那个满清的迄个县长哦，那推推的县长一大堆，就是这款原因嘛。因咧推的拢来中国做官长啊，啊，乌白官都无要紧吼。啊，这张图片吼、哦，这个是北街双宫能久亲王，1895年，吼、哦，翕的吼、哦，这个人吼、哦。这个人要注意，这个人他当时也是一个将军啦吼，他要就做第七任的台湾总督吼，啊，这回咱去日本吼，都是他的孙吼，甲日本天皇降班，就是拜托这个人的孙。啊，就讲讲晚清的迄个老英福吼、哦，老英福哦，看日本兵来吼、哦，老英福是有迄落黑旗军呢，中国常用的黑旗军啊，住在台湾哦，啊，这个黑旗军主要的土地是伫这个台南，因为台南是首都嘛，哦，迄阵台南较重要，啊，守的台南，伊看日本人来。吼、哦，啊，就暗通款日军，就是讲暗慢慢甲日本来通配啦，吼、哦，讲下我要来投降啦，吼、哦。啊，这日本的总督吼，华、哦、山总督吼，伊、哦、就甲伊的批交予这个高岛南进司令官处理。伊就讲，你要投降，你甲战地司令官讲投降的代志就好，免得甲。台北的在讲，吼、哦，要台南讲，啊，这个伊表示了，这个司令官代表讲，伊讲你若为内心悔悟，要有诚意要导航，你一定爱来我的军门哀求，你来完来，这个跪哀求嘛，吼、哦，啊、哦，不然吼、哦，这种批吼、哦，我这司令官拒绝的。不要怪，不要给你看了。哦，啊，这老英福过第12日，透过台南一个英国人，和禁卫军团司令，讲吼，想要抗战，唯有台湾人啊，唐山人无要抗战啦，无要抗日战争，干那台湾人袂啦，吼、哦，啊，这吼、哦，这就是老英福。啊，这写阿伯人格，因为安怎来去阿伯人格呢？一看迄个日本兵吼、哦，无咧插伊咧，唉，啊这边怎？暗时吼、哦、化妆做阿伯啊，啊为安平港吼、哦，安尼滚爱浪一个吼、哦，啊再盘起船顶啊就浪港，啊叫阿伯人格。咱即话定来就讲。浪杠啊，或浪杠啊，哦，对不？浪是哩浪滚嘛，啊，唔得浪啊，塔起一个港口啊，什么浪杠，哦，所以咱台湾话叫阿伯浪杠，就是讲老英福，即、这个唐山人哦。啊，你以前都唔知阿伯浪杠是安怎来啊？啊、我现在跟你说就是这唐山兵就不好嘛就好人啊现在说简单的时候、啊、这好人在吃饭、啊、我要想走、啊、好人啊那人、啊、什么人滚的、欸啊！你要相信咱台湾话迄个
谚语，还是要相信你中国人写的历史。啊，不要乱讲吼，这话吼袂假，袂假啦。用湖北乱断的啦，你那么相信那乱断吼？所以吼，咱无去考究这个越南的战争啦。但是在台湾是阿伯人讲，按照家己解决真侪你的疑问，吼、哦。这句话，恁大家知，事情知啊，不是我讲的，不是我发明的嘞吼、哦。啊，但是我历史的经过，我讲给你听嘛，哦，这阿伯人讲。嘿，真是的，这老英雄。但是哦，日本军哦来到台湾哦，这个青龙哦，向台死，向台死，安怎向台死？伊行到这个哦，嘉义这个所在，第二德为拿刀行哦，去予一个台湾人哦，德国刀菜刀哦。啊，安尼为阿妈骨该扑落去，啊，扑着动脉，啊，随吼，唔知啥人台，随着较紧找一个较大间的厝吼，就叫做张厝，哦，一个姓张的厝吼，都较紧去医啦，啊，但是医无好，全死，哦，这个日本的迄个主帅吼。哦头一个踮咧海外出征吼、哦，死去，吼、哦，这是日本皇族头一个，啊，踮咧台湾去，有台湾人哦，德国刀菜都甲扑落去安尼。啊，那日本的吼、哦、记录是一掉到马拉利亚死的啦，我看你要相信对一边。好、哦，无啦，阿、啊、罗，对啦对啦，对啊，阿罗过去哦，啊，所以吼、哦，所以迄个东西吼、哦，伊迄吼日本军哦，我看因的将头一个将官叫用台式哦，专哦去圣地吼、哦，这就即马这台南的地区吼、哦，这嘉义吼，这些所在，阿唔在的。一打都会去用扑落去，哦，这是即卖地道啦吼。好、哦，阿、啊、就去台南的张厝就医啦。这张厝吼，尾就我有去查，这张厝是啥人？我捌一个人吼、哦，黄月衰的老爸，是伫台南的人嘛，伫。伊讲吼，张厝吼，诶人吼、哦，要去做，当年吼、哦，日本政府拢有邀请伊去日本，吼、哦，啊要去做即个议会议长啦，吼、哦，啊毋知啥物名，我无查出来啦，吼、哦，啊，即拢属实嘛，啊，伊即个吼、哦，伊即日本人将军去向台死了，专看到台湾人就台啦，吼、哦，啊，台偌侪人毋知影啦，吼、哦，但是。溪水吼、哦，为北门龙宫职业中学边的萧人溪到文水桥，哦，有四五公里的溪水拢是废啦，哦，哦，这就是日本起摩拜都甲你抬，哦，唔知啥人抬，看到人就扑的，哦，哦，啊，日本专搭咩台湾台北。宜山起一个台湾新社，吼、哦，台湾新社即摆伫倒哩啦？啊，宜山饭店迄个所在，啊，宜山饭店吼，食一座桥对无吼？即座桥叫做，应该叫做明治桥啦吼，吼、哦，啊，安尼过来，安尼爬起吼，啊，日本新社伫遮，啊，遮。遮过来吼、哦、是啥物路？中山北路。啊，中山北路，佫叫做啥物路？三线路。啊，那叫做三线路。三线路有啥物好处？我唱一条歌互恁听。
你就知道月色照在三山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哪袂来？大家拢会晓唱，较少年袂晓唱来啊。三山路啥物件？你也知，日本哦来台湾建设，甲这个大路哦，中山北路恁都知影讲哦，有快车道、安全岛、慢车道、行人道，啊中啊，佫甲你种大树啊，一排一排的树啊，迄片公园佫较好。啊，要约会所在在咱们三山路约会，啊，所以唔到有这条歌，好、哦。啊，你拢在，拢会知，好。叫，对，哎呦，袂好大条吼、哦。即马即变在安尼啦。即银山饭店吼、哦，银山饭店吼、哦，啥人诶？宋美龄，啊，宋美龄叫相馆，宋美龄叫孔二小姐，啊，孔二小姐是啥人？查某囝对，伊个私生女啦，啊，伊个啊，因老爸啥人？一百分，吼、哦。吴国桢哦，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哦，捌到宋美龄，啊都哎，啊都好结婚，啊都生一个囡仔，就是孔二小姐。哎、啊，孔二小姐，这个，但是因的家庭哦，这个宋家哦，宋美龄也说，足反对个吴国桢，吴国桢你这敢那留学生来了，那有啥物搞？我要找一个上大牌的迄个军阀吼，吼酒盖酒唔太好，吼、哦、啊酒盖酒专讲啊，即落有钱的某嘛真好，吼、哦、啊所以大概结婚，啊这囡仔变啦，吼囡仔啊无去试孔好啦，吼试恁大兄的，孔祥熙的孔，吼安尼，所以孔二小姐是安尼，这个。这个我有哦，一个例证呢哦。蒋经国死的时阵哦，宋美龄有飞回来无？没有。但是孔二小姐破病哦，宋美龄为美国飞回来。这是查某囝呢，好、哦，这就是一个证明了，间接证明了哈、哦。啊，直接咱都无讲哈。哦安尼啊！哦，叫这个宋美龄透过去。哦，安尼就会爱下一点资料。汇率。嗯，好，啊，这个桥吼，全给你拆起煞了，好，啊，去这间燕山饭店吼，啊，这有一个地下隧道吼，通来这边吼，通阿伯人讲通酸，啊，这是新起的，这个，啊，这后边这块这是旧的啦，吼，啊，以前这是台湾新社啦。哦，啊，这个新社奈无去吼、哦？日本战败的时阵哦，有飞两机吼、
为南洋飞来的飞行机，载到一飞机的金银珠宝吼，啊，唔知安怎去弄个台湾新社啦，啊，弄个台湾新社吼，啊，都珠宝都拉个鬼头干吼，啊，都叫谁去扣你知？日本政府叫北一女的女学生去扣，啊，扣煞吼，啊，拢大概拢清气啊。但是爱国吼，搁较仔细叫，都叫吼第三高女，吼一女学生去叫。啊，我一个阿哥讲，伊扣丢了，吼，伊就是伊迄阵第读第三高女吼，哎对，吼中山女中吼，就是啊，迄阵叫第三高女吼，去扣即个。无啊，你迄无多人，日本人占台湾前，认为同款是清国的土地，吼、哦。甲正规军打败之后，甲正规军吼、哦、拍败了，占领根本无问题。但是台湾吼、哦、出乎意料，吼、哦，台湾人民全体起来反抗，和日本人、啊、陷入泥沼。所以在1896年4月初一，日本的国会有人提出出售台湾1亿元，1亿，甲台湾卖去好啦。这占我台湾哦，和咱的迄个北白川功能就青龙啊死啊吼，啊个他们家遮尼乱吼，卖地。啊，当然日本政府无要迄落放台湾，啊一亿要卖给啥人？不是法国，对，因为法国哦，本来台湾占台湾占着国人哦6个月哦，啊要过来打台北的时候哦，有两条路通打台北，一条是经过水路，啊一条经过山路，啊水路那边哦，这个东西沉一挂船，怎么开动啊？啊，所以一船都袂当起来，啊，都行山路，啊，山路拄着吼，啊，这个武方的林家吼，这个义勇兵吼，义勇军吼，义勇就是毋是正规军啦吼，几百人伫西桥岭吼，全甲法国兵阻止，啊，所以法国兵拍台湾都拍无成功，全好走。走去平湖，吼、哦，啊去，过去见一个叫做，咱知影讲，迄、那个鸦片战争有一个，北洋军舰队嘛，吼、哦，吼、哦，第甲午战争嘛，有北洋舰队嘛，啊，有北洋舰队，还有一个南洋舰队，恁都可能拢无听到，什么叫做南洋舰队？南洋舰队哦，都伫福州遐啦。你有北洋，都有南洋。啊，南洋舰队哦，4点钟久，和这个法国军吼拢个歼灭。所以这历史都不爱写，哦，不被歼灭哈。啊，所以讲啊，既然你法国爱遮爱台湾，啊，我一个靠袂你啦，哈，安尼啦，哈。但是台湾人吼、哦，进行。长达21年，咱台湾人抗日21年，头前7年是会战，哦，啊，佫刷了14年吼、哦，就是各地吼、哦、啊，遮铺者遐铺者的吼，嗯，好、哦，到个1916年西奈庵事件了后吼，才结束。西奈庵事件知影无？剧情对。大八年就哇，这拢你拢知影吼。大八年事件了，这个案件全个控制的全都无去，改做吼用个文章来控制，对台湾文化协会，吼、哦、文化协会开始来吼、哦。啊，即嘛只有一个表，我写一本书叫做《伟大的台湾人》，啊，台湾人都有在伟大，吼、哦，咱为这张表都来用知影一寡。一个记号，
时间在台湾1895年，这是大家知影。在中国1931年，就是过30年了后，过35年了后，哦，在中国东北，这是918事变，哦。迄个时阵，台湾人口300万，在中国东北人口是12倍，平台湾加12倍，哦，就是3800万。土地36000平方公里，哎，这是130万平方公里，这是咱的36倍。伊来拍台湾吼，用起76000名兵，但是拍中国东北，敢若20000名兵。吼，哦，啊，拍台湾吼，哦，是拍到台南吼，哦，6个月。吼，哦，拍到台南6个月。但是中共哦，3个月都给你砍掉啊！啊，所以哦，咱来个算一下，是哪些哦？对吼，哦，这6倍、18倍，啊，搁这乘4倍，啊，搁这是搁2倍，啊，那个乘乘起来哦，你啊吼，都爱吼，哦。那准啊讲，日本兵无征兵的状态，哦，啊，住在中国哦的人是台湾人的时候，哦，日本爱用216年才拍出来，啊，是不是台湾人较伟大？好，哦，啊，无啊，咱有民政府来领吼，去用便宜的人，我较少，减少的，哎，减少啦，因为你无多，咱拢互骗来骗去吼，哦。OK， 这是今天我准备的资料，啊，其中有什么有困扰的，有什么问题，有要来提出来无？我讲一下郭先生的代志啦，吼。郭先生，伊鸦片总代理，吼，无啦，郭先生住喺洛港啦。那鸦片总代理可以做鸦片总代理，因为吼，迄个时阵吼，日本兵登陆了吼，来个台北的新诶景美啦、目沙啦，啊，入去新店，啊，新店要入去宜兰吼，这条路吼，吼，无路啦，啊，无路内底吼有一个陈秋菊，陈秋菊就清朝的大的武官吼，啊，领导一批，这个是台湾人啦吼。那清朝的官走到离我家去，啊，这个台湾人吼专抗日，吼，啊，郭先生去，讲你免抗啦，何你吼，这个山区的鸦片总代理。我是台湾的总代理，啊，但是这个山区的总代理给你做，哎，袂歹，啊，总代理阿平好包嘞，吼，哦，啊，伊还阁会使安怎哩？好，景美你找一个景美地区的代理，新店找一个新店地区的代理，啊，边那找一个边那的代理，啊，这陈秋菊有钱去解决啦。所以吼，哦，日本人就踮咧即个所在吼起一条路，叫做高湾18弯。啊，高湾18弯起好了吼，哦，你只要反抗军啊，免想要抵抗啊。因为安怎呢？我大炮会到，吼，哦，啊，你若要过线，我大炮都甲你弄，吼，哦，大炮拢已经到位啊，吼，哦，啊，所以安尼，这就是陈秋菊吼，哦，做甲这个台北这个地区吼，哦，到甲宜兰吼，哦，这段吼，哦，全去日本人占去，这嘛是开几啊个月吼，哦，的时间到我到。啊，郭先生，安尼伊做鸦片总代理，啊，做甲这个功劳出来，日本人真感谢伊，全予盐的总代理。伊讲盐吼，伊要申请盐的总代理，
你盐唔好乱算买。恁唔知有看到吼，一个牌啊吼，伫干妈店外口写盐啊粉，啊，啥意思？对对对，日本是在连盐都甲你控制，控制盐有啥物好处？咱即马无感觉有啥物好处咧，但是当时吼，人无食盐吼，会死亡，吼、哦，所以盐总代理吼、哦，啊，即、这个盐要就有发挥一条真大条的代志，吼、哦，就是日本人吼。哦在武侠书件，吼、哦，就是即马电影叫《赛德克·巴莱》吼、哦，啊，即、这个莫纳鲁道要去自杀，伊奈去爱去自杀，就是伊发现伊无盐，啊，自杀，啊，所以日本人讲，哦，你这官员能实在有够敖，我继续，互你全台湾的盐的总代理。哎，一个郭先生，一个得到什么好处呢？哦，你这个人对日本人真好，日本人就开始调查台湾的土地，吼、哦，土地你有几家产，吼、哦，几分地，家己定，家己讲。啊，那根据过去满清政府所规定的时阵哦，你若有十家产哦，你报国家都好。交五家税金，啊，剩五家家己包。啊，这个思想几啊百年啊！啊，即款日本人来嘛，赶快我有十家，干呐报五家。结果日本人讲，哦，你五家都围出来，都围，哦，围出来好一块地的，啊，剩五家变公的。所以干呐在洛江地区吼，种出来四百家。啊，四百家种出来吼，日本人也无讲家己地落地啊。郭先生，好、哦，这都是这款的钱啊！啊，郭先生，那么远见呐，哈、哦，那么远见哈，都、哦就是按照远见的。蒋介石的部队这个时阵哦，都加郭进富俩去关，认为是大干。啊，但是。但是哦，郭进富因哦就提出来踹一个文件。当时蒋介石吼褒奖这个郭先生吼，唔知该出钱还是出什么哦，该褒奖啊，提迄张批讲，你看，阮老爸吼对恁头的吼，甲阮褒奖的咧，啊，你对我奈安尼，啊，放一嘴。看这人有厉害不？嘿哦，嘿是五路天在讲的，五路天讲哦，一去迄落。日本人要这个吼，那受到重视啦。这个郭先生那受重视，一看讲伊去海边看吼，啊看日本人乌军队来啊，哇，安尼夹一头去看，啊夹一头的时阵，哦日本人讲哦，遐一个人在个行咧，这吼这就。我来讲哦，一点一点来啦吼。郭先生哦，有去见日本军无？在都见日本军，在水顶卡，伊毋是到二队，二队直接行来回无法度，你要行啊？二队去无法度啦吼，所以去海边看迄个吼，迄是碰风的啦吼。啊，
无啦，啊，你就安尼就知影嘛，伊迄罗汉卡那尼啊，也无买通徛咧吼，啊你行路那尼啊，敢行啊水顶卡嘛，啊水顶卡去，日本人要重视伊吗？无要重视的。伊讲伊代表代表啥哦？啊无，佮伊讲英语。迄阵台北已经有两座洋人街啦吼，佮伊讲英语，英语袂通嘛吼，佮伊讲日本话嘛不知道咧。啊、好啦，啊，无甲你讲北京话啦，哎、欸，不知道。啊，干那会晓讲台湾话啦，尔。啊，这款人变作代表代表啥？代表会晓英语的人一大堆。无啦，啊，都头前都无无法度取得人的信任嘛。好、哦，但是日本人吼、哦，那也要提拔的，有伊的道理啦。因为满清统治台湾的时候。台湾人袂使做兵，嘛袂使做官。日本人讲，吼、哦，有这款奥法律哦，我超工要找一个台湾人来做官，互恁大家看。啊，对，同款啦，吼，啊，这就你安尼举一反三，真好，吼、哦，啊，就是安尼，国民党讲，啊，你这来什么拢唔办，啊，不如甲你。甲你迄落升官啦，吼、哦！啊，迄落头一任的吼，头一任的这个叫做吼，敢那算讲建设局长哦，是李存勖啦。啊，李存勖做一任都无要做啊，啊都副局长就是郭显龄转起來，啊郭显龄转就开始吼，伊、嘛，我捌一个人吼，差不多十五年前、二十年前，八年已经八十岁啊。伊讲伊不甲郭显龄见过面，郭显龄日本话到到迄阵也袂晓讲，还煞是会晓啦，啊，剩的拢袂晓。吼、哦，可能会即个都会晓啦吼，但是要叫伊讲几套的吼，无法度啦吼。即、這个郭显龄啊，人安尼的情形下。日本吼全来提拔伊，郭永龄的记录是安尼啦。啊，人即马嘛真厉害，你知？伊去讲阿扁啊，唔知虾米？对，啊，伊个做污点证人咯，虾米物件？啊，龙潭案呐、啊，对啦。啊，即马嘛，人嘛无做咧，吼。伪证啊，无管啥物证啦吼，都、就是伊证明伊家己吼，会使免去加来对贵呀。所以郭显龄吼，诶，代志就是安尼发生吼，所以伊有伊的迄个优点，吼，伊符合日本人的迄个要求。啊，直直在做，哦，啊，迄、這个咱但是咱即马古来吼，啥物五六天的迄个讲法吼，都大家拢相信伊去遐行咧，哦，还是在是，毋是安尼啦，哦，啊，日本人做即个大官，即、這個、派郭显龄来做大官吼，有一个作用，互台湾人看讲，阮日本人。提拔你台湾人，好，所以这个代志哈，这是郭显龄的代志。哦，啊，咱台湾吼、哦，早期的时间有控制三面，吼、哦，三面对三个三个勇敢的人吼，面对面好的面三面，吼、哦，淡水。一个叫做甘大师，哦，姓甘叫做大师，哈、哦，大只师啦，哈、哦，甘大师。啊，中部吼、哦，在铁国山吼、哦，有一个瓜铁虎，高庆遐对，哦，瓜铁虎。南部吼、哦，在屏东有一个吼、哦，叫做林小鸟。
欸，你这些都是咱的民族英雄呢。一只鸟，一只虎，一只狮吼，啊，为日本人给鸟落去吼，啊，日本人哦挡袂牢，这叫做抗日三命。哦，啊，甘大师买酒安怎死啊？伊毋着踮咧台北吼，伫伫淡水遮咧战来战去战输嘛吼，伊甲日本人战，啊，就走去中国。啊，你知影中国吼，全给掠起，送倒转来台湾。伊讲吼，即中国，伊讲我退清国安尼，遮尔努力吼，安尼咧，甲日本人战一百场以上吼，啊你安尼甲掠去，佫要甲送去台湾，安尼唔对啦。但清国吼，清国路就是清国路，全甲送转来台湾，啊送转来台湾，全踮咧台北港啊，甲处管，吼，干大事是安尼。啊，迄、那个林小鸟吼，林小鸟买酒买死吼，买酒死就是讲无法度通对付林小鸟的时阵哦，日本讲好了，无要甲你抓啦，吼、哦，好你继续做你属龙工商的代志，啊，伊就阁继续做，啊，做的，嘿，有一日就去甲抓，啊抓吼、哦，是先跑弄。放个炮，唔敢入去啦，唔敢入去伊个厝。啊，弄过两点钟有了吼，安尼好，啊再看，哇，内底死一堆人，啊，林小鸟也死个内底，哦，啊所以抗日三兵，啊，这瓜地好是，瓜地好是敢若伊一支枪吼，无拄好拍着家己个脚，啊脚，啊，袂晓就医吼，啊无就医，啊全翘起，安尼说三控制三边啊，全拢计生气，嗯，好，安尼我的时间也差不多到啊，对吧吼，安尼好，谢谢各位。起立，起立。